对，戳戳屏幕家人们，咱们有那个有粉丝群的，我们也可以把直播分享到粉丝群里面啊。吃过了，吃过了，那就好。加油，放心吧，会的，会的。对，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欢迎。谢谢送的，感谢李姐送的眼镜了，谢谢。感谢家人们亮的灯牌，咱们进来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没有关注我的，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对，谢谢谢谢，欢迎欢迎我楠姐啊，欢迎。刚吃完，刚刚吃完，加油，对，要加油。怎么说呢，加油也不只是我一个，对不对，也这么多家人，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往前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我怎么感觉那么热呀，会的会的，谢谢我来的娃娃姐姐，谢谢谢谢，感谢姐姐送的礼物啊，谢谢所有家人们送的小心心。对，感谢我六月荷花姐姐、花姨姐姐。对，咱们把赞赞再点一下，家人们，赞赞再点一下，看能不能点到100万。现在3000多人了，我们人气往上走走。谢谢我兰姐，感谢我天天开心，谢谢我爱的善良，谢谢我墨源姐姐，感谢我戴二姐姐，谢谢送的眼镜儿。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所有家人们，欢迎。照顾好自己，会的会的，谢我陈小琴，谢谢谢谢支持啊，谢谢支持。其实一直以来这一年多当中，也是你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也在维护我，是不是。谢我童亮姐，感谢姐姐，谢谢。谢我杨姐，秀秀送的人气票。对，咱们有人气票的，人气票刷一波，家人们，然后我们把那个人气再往上拉一下，好不好？欢迎直播。对，确实，怎么说呢，这几天吧也没有直播，这两天小豆今晚没有来直播，小豆已经回去了，家人们，小豆已经回去了。一定要加油，会的，会的。怎么说呢，小豆走了，那我从今天从今以后，我得要更加努力才行，对不对。对，反正我依然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好好努力，大家一起努力，也有这么多家人在支持我，也在维护我。我相信总有一天，小豆也有可能还会再次回到这里，是不是这样的，家人们？我们很想他，没有办法，可能他这几天吧，怎么说呢？我给他发消息什么的，他也有点不在状态。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能去多多的理解一下他。我们要给他多一点的时间，让他先缓一下，等他好一点了，他可能缓过来了，会给大家直播的，家人们。并不是说他走了他就不会给大家直播了，不是这样的，他也会给大家直播，只是这段时间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先缓一下就可以了，一定会回来的，对吧。你们也会相信他会回来，是不是，家人们？因为我也一直认为啊，他这么优秀的人，我觉得今年不行明年嘛，对不对。对，慢慢来。是的，对对对，相信，我也一直都相信着。
然后我们大家也大家一起多努力，就是帮帮他就可以了。现在他没办法呀，对吧？可能有的事情我们能帮，有的事情确实我们帮不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也想帮他，但是我能力有限，家人们，我确实能力有限，但是我确实我很想帮他。小豆回去了，家人们，小豆回去了。对，不管怎么样也可以东山再起嘛，对不对？从头再来。那以前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嘛，然后也是他把我带到这边来的，是他他把我从农村里面带出来的。当然了，我在这里上班，我也不能让他失望。对对对，相信小豆一定不会的。是的，确实这样的。对，我自己先努力才有能力去帮他，是不是这样的？要不然我只想着帮，然后又帮不了，那没有能力肯定是帮不了的呀。对，我们先把自己提升起来，慢慢的往前，就往上冲，往前走，再才有资格去帮他。你在这里好好上班就是帮他。我也是这么想的啊。我看到很多评论区各方面，有的人说什么，小豆走了，然后我应该也跟着他一起走，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往往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跟他一起走了，真的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只要我还留在这里，我还留在这里一天，他就会多一份希望。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家人们有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对，如果真的我们两个都一起走了，那确实是怎么说呢，确实是希望没有多大了，真的。对的，现在的老板怎么样，怎么说呢，现在新的公司，新的人，新的老板，很多很多的各方面都其实没有那么适应啊。可能是我在小豆身边待了一年的时间，可能一时半会儿我还适应不过来，家人们。谢谢我梅花姐姐，谢谢我梅花姐。对对对，是的，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嘛。身上的外套有链接吗？没有啊，家人们，没有。对对，什么叫哎？有个人说什么？有个人还在说我说什么？我给小豆带了什么煤气？你这话说的，话也不能这么说。小豆回去了，回去了。丫头，你要好好直播带货。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怎么说呢，毕竟这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之前的那些商家的那些就是厂家他们合作的很多都还没有听完。那我在这边我也帮不到他多少，但是我能帮的就只有这么一点了。好的，谢谢所有家人们，谢谢所有家人们，一定要坚持下来。我会的，我会的，我可能会，我以后可能会比以前更要坚强。小豆怎么了？小豆没事，他回去了，他走了。然后现在公司老板是一个新的老板。对，谢谢。谢谢所有家人们分享直播间，谢谢，做好直播带货可以的啊。对，我知道很多家人们也想让我带货去，能帮一点是一点，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话，我们打一个是。对，加油，会的，会的。那对，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家人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你们也是这么支持，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啊，特别感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我，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没有小东，没有小东也就没有我，是这样的。加油，东山再起，可以，会的，会的。但是我可能现在的话，我的经验各方面没有那么足，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谢谢我天天开心，谢谢送的礼物啊，谢谢谢谢，感谢姐姐。对，你是最棒的，谢谢所有家人们对我的认可啊，谢谢你们的认可。来，哥哥姐姐叔叔们，我们把赞赞再点一下好不好？我们人气能不能抽个1000人啊？现在才6000多人。黑粉没事，黑粉没事，黑粉也是粉。只有来直播间的，谁直播间没有黑粉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去踢，不去看，不去回答就可以了，对吧？别人的嘴是长在别人身上的，他们想说啥就说啥，这个没事的。对，我们做的就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不去回复，不去回忆就可以了。坚持就是胜利，对，坚持就是胜利。我相信。慢慢努力，再往前走，往上爬。小豆是你的恩人，这个我知道，这个你不用说，我心里面我都很清楚啊，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什么样的人对我怎么样，其实我很清楚的。包括像你们所有直播间所有的家人对我怎么样，我也很清楚呀，是不是一个道理？你看有的家人是整整陪了我1年多的都有，对不对？这一年当中，你们是一步步看着我成长的，从我什么都不懂到懂，从不会直播到会直播，不会卖货到会卖货，是不是这样的？感谢我美好明天，谢谢哥哥送的眼镜，谢谢。对对对。现在已经很棒了，其实现在不棒啊，现在不棒。我这个人比较笨，知道吧？比较笨，但是我也在努力，我也在好好学习，我也在努力。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说我说我学习了，我什么都会了，其实不是的。感谢我陈妹妹，谢谢。是一步步来的，就是慢慢来的，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很小不会走路到慢慢学会走路是一个道理啊。对，晚上好，晚上好，谢谢所有家人们，晚上好。要多看书，书我也会看，就是我没上过学，可能写的话写不来，就很丑嘛。你弟弟还在这里上班吗？我弟弟不是快结婚了吗？他回去了，他回去了。问我的话，我也不能请那么多假，所以说我还在这里，我也等过几天我也回去，弟弟结婚我也回去。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是努力嘛，但是怎么说呢？我现在的所努力的，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其实有的时候吧，挺恨自己的啊，什么都无能无力，知道吧？就只有一颗心，就想着怎么样怎么样去操心，或者要怎么样去帮，但是确实没有能力。这个时候我就无能无力，真的，这是实话。要不然的话，我更想，可能我比所有家人们更想去帮。能帮就是帮，就是这种，但是我确实能力有限，帮不了。听到小豆的歌就难受。有没有一种感觉有点很怀念家人们？有没有？有的话我们打一波。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
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还有对吧，毕竟我们是朋友也好，同事也好，老板也好，小杜以前是我老板嘛，但是我们确实相处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反正大家我们俩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遭受网暴啊，诋毁啊，什么都有。到现在可能网暴没有那么凶了，但是他也走了，就是这样的。有，我也有，确实挺怀念的，挺怀念的。对，求歌迷迟来的爱啊，迟来的爱。肯定的呀，可能很多家人还担心我，就小多走了，我就没有心思上班什么的。其实他走了之后，我应该要更加努力，是不是？其实社会是很现实的，知道吧？靠什么都不如靠自己，先把自己提升起来，先好好努力才是对的。对，踢了。这一首歌一年了，我也是听了一年了。不难过啊，家人们不难过。怎么说呢？咱们打一波加油好不好？我们不要说难过或者各方面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多去努力一点，是不是？多去努力一点，这样子，那以后能对吧？咱们有能力怎么样？那再一次把小豆拉回来呢，是不是？所以我希望什么？我希望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所有哥哥姐姐跟我们一定要团结。对，一定要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谢谢所有家人们，放心吧，我会加油的。虽然我比较弱小，对吧？然后很多各方面什么经验也不足，但是我觉得只有我还在这里一天。都是有希望的，是不是这样的？对，对，我不能就因为一些事情，我自己就是很堕落啊，各方面就是什么都不做了，这是不行的。说的太好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吃水不爱挖井人，是小多帮我，然后是他把我带出来的。如果说没有他，我现在可能还在农村里面种地，对吧？干农活，背柴火，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他有难了。哪怕我帮不了多少，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我们做人的话，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恩，就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是不是这样的？对，对，所以说，来，咱们一起说，打一波加油，好不好，家人们？